天是妈咪的生日，我们去槟城按摩，过后要去吃好料，开车喽。等到疫情过后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们来到按摩的地方喽，就在前面。看亲人朋友，就是这里按摩的地方。喝几杯团圆酒，摘下蓝色口罩，笑容是否依旧？上网课。等到疫情过后，我想四处走走。因为两个不要按摩，所以来扫地。我们去按摩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去按摩。阿姐最喜欢的我了呀！耶，可以来拥抱一次，将爱大声说出口。挚爱的人啊，你在我心上，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你在我左右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天长和地久，我知道是爱让世界温暖温柔。青春灿烂悲欢与共的小丑，山清水长流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再伤心或泪流。我知道学会珍惜此刻的所有。我们把这个决定去看酱油厂，去买酱油。我们来参观酱油厂。给大姐第一声，鞠躬。我来看。等到疫情过后，来参加酱油厂，要买酱油。向四处走走，我这是拆那套，听人潮汹涌，拆那套。去做想做的事，去见想见的人。深深拥抱一次，将爱大声说出口。至亲至爱的人啊，你在我心上。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你在我左右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天长和地久。知道是爱让世界温暖温柔，青春灿烂的梦啊，种在我心上。悲欢与共的小丑，山清水长流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再伤心或泪流。我知道学会珍惜此刻的所有，我知道学会珍惜此刻的所有。在槟城是最长的 gate house。不错，这个环境。是妈咪的生日，我们来这边庆祝。吃这些 cake， 这 cake 吃来就很肥、啊。
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momm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s, the end, the end. 吹。OK。哇，你们老弟果然这么厉害花，看来看看，拿来看，拿出来看，这是什么非洲什么？拿来，拿高点，没有那个纸，拿高点。All right, OK。再给他带回去两张，带回去，连在馒头房间。老弟继续在画画，越画越厉害。走路吃饱路。走了走了，出去喽，出去喽。哎呦，外面好多人在看球。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走路去别的地方喽，这是槟城的特产。别恰。现在我们去哪里啊？什么地方？平面壁画。我们现在去看看。平面壁画，好多人哦，全部站这边等他们拍照。哦，原来角色给他们挡掉了。这边是壁画的地方，槟城很多人来的。没有来到这边就不算来到槟城，这边叫壁画的地方，好多人啊，鬼都不戴口罩了。在吃 get 的时候没戴口罩，出来要戴口罩。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打肚打肚。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。今天生意好，热闹啊！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这边就是来看这些壁画。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了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冰凌的冰城的壁画街都熄灭了，不停留，你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走过小酒馆的来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这里早吃早吃。哇，在大路边好多的车后面啊。很好生意啊，排队排队。三条路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吃饱喽，走喽，很
大好生意啊，这里。吃饱了又去逛逛，凌晨好美啊！吃饱了我们在槟城街头走走，要去找一个地方叫做 Hin。 我们圣洁花队唱起歌儿，跳哇，槟城的街上好美啊，就是对面这个 Hin Company。Hin Company， 我们要过去看看。我们就是来这里找这个 Hin。我的朋友，你别再哇，猫这么厉害，爬树。我们来这个地方看看。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。你要相信，明天的天空将会更美。看花的地方。忘了回首，忘了说再见，忘记路珍重。